请看，绿色绑在右手臂，左手无名指和小指夹黑色，请出发。无名指跟小指，曹佑宁夹错，你答对，白夹一场。它有不同的度数，它适合冰的喝。哈哈，我知道是谁了。Kid 雨昕获胜，我完全没有搞懂到底在干嘛。我跟你讲，我刚刚一度本来要作弊，但是我想说算了，对手太弱了。进行第三关，顶溪进球王，你们是不是都有拿到这个？嗯，对。等一下呢，帮我把这个绑在你的左手臂。那个篮筐要朝下面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个篮筐要朝下面，对，朝上面是不会进的。不要笑。用你的右脚膝盖。往上顶球，然后用你的左手去接。100秒内接到最多颗的获胜，第一名的三分，第二名的两分，第三名的一分，捡到舌部来决定顺序。啊，我先了，我先了。好，另外三位请猜拳。剪刀石头布。雨昕最后两位剪刀石头。好，小曹第二，瑶瑶第三。记得你那边是不是有手机？手机帮我调倒数1分40秒。这一关顶溪进球王 Kid 预备开始。好难哦。超难的。好，一球，一球，一球，两球，两球。三球，四球，五球，六球，七球，为什么手变阿杰了？他快掉下去了，9球，多少？刚记得多少？8球。哎，10球。九球。10球。10球。11。12。加油！13。14。14。15。14。14。他好像暴露。迅猛龙还是暴龙？时间快到了。到。时间快到了。到。好，时间到，一共15球。哦，很多耶。15颗。好，顶溪进球王曹佑宁预备开始。好，刚刚警官没录到。3 4 5 6 7，什么啦？就是会变暴龙是吗？9 10，他每一球都进哎。11 12 13，14，正的都有。15，要撤的。16，要反撤的。17，18，18，为啥？19。二十，
二七 ，OK， 二七，太扯了吧，那么强的、啊，强哎、欸，二十七球，哎、欸，你几乎每一颗都进哎、欸，是吗？哎、欸，其实蛮累的哎、欸，我傻眼，我傻爆眼，好，柠檬生你的绿箭快消失，好来，瑶瑶顶吸进球王，预备，开始。角角二三四五六七八八。哎，再帮我转过来一点，九。他在跟球讲话。这也太难了吧！十。再加五秒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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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三，算了，我放弃了，好累哦，好，恭喜瑶瑶获得十一球。你们的游戏好难哦。第四棒，陈雨希，预备，开始。也太远了吧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这真的很难呢。二。你那个篮网绑前面一点，篮网靠前面一点，再绑前面一点。不行了，给他少这边十秒、啊。然后再五秒，再给你五秒，再给你十秒。绑前面一点。小桃的脸好不舒服、哦。我感觉是那个。三、二、一 ，OK， 时间到。辛苦大家了，相信大家都有运动到。雨希四球，所以没有得分。瑶瑶十一球，恭喜获得一分。哈？才一分哦。Kid 获得两分。耶！小曹二十七球，获得三分。恭喜！还有游戏吗？有，最后一关，最后一关，简单的，简单的。快点，我想赢。哎呦来哦，小姨、欸、屁啊，你们全部一起笑什么意思啊？我想你的念头。你们刚刚全部一起笑也太失礼了吧。这一关是填空猜歌王，我会念歌词，歌词的每一句中间都会有空格，我会用代替那个字，比如说
在心的字，猜出这首歌是什么？哦，猜歌名。对，猜歌名，每个人都可以写，是抢分的机会。所以大家猜得到这首歌吗？说在我心里的名字。答对。我们来进行第一题。月摇树穿在带林伤雨亭声林答案写下来，答案写下来。啊，要写下来哦，不是讲哦。都有得分的机会。写下来哦，写下来哦。好，瑶瑶已经刚讲出来了，曹浩林你还不写？啊，他讲出来了，他刚没听到哎。没有，可是我也知道 ，OK 啦。好，请揭晓答案。不是抢答吗？不是不是，抢答会怕 lag。对，没错，是热带雨林。热带雨林怎么唱？对，好，来，我们进行第二题。好，第二题。第二题，请听：指下晴我乐天这大晴。静就的，请写下歌名。曹佑宁一脸困惑的样子。完了，完了。指下晴哦。林波真的很厌世。哎，我好像会，又好像不会，我这个有点不知道。我不会，我再念一次，我再念一次。哎、欸，先公布答案吧，顺便我写对啦。妈妈，先看吗？你先看。好，来，我再念一次好了，你让给他们一下吧。好啦，知道啦。好，来，指下晴我乐天这大晴静就的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应该不是这首，我其实应该不知道。好了吗？曹仁，不要装聪明啊！有没有打 pass 啊？好，来，请揭晓答案。好，你知道。恭喜曹佑宁答对。我跟天讲太厉害了。哎，我跟你的好像啊，我今天跟你打晴天呢。第三题，至少都是周杰伦的。请听，在心用的一让切零这句我再念一次慢的，在心用的一让借零这句知道，我知道，可是我不知道歌名。倒数三秒，请揭晓你们的答案。三、二、我知道那个，我知道那个，我忘记歌名了。对，忘记歌名了。好，请揭晓答案。张惠妹的。对，我记得歌名。对，人质，恭喜曹佑宁答对。耶、yeah ！在我心上用力的。开枪，让一切归零，在这声巨响。曹佑宁旁边是不是有人打 pass？ 我觉得他旁边有人帮他。旁边有没有打 pass？ 旁边有没有人打 pass？ 查歌词。
没有，我不死打我。你没那么聪明，你没那么聪明。把镜头往后面照，那假装自己还假装说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根本就不知道。没有啦。恭喜曹佑宁一分。好了，最后两题一样都是一分哦。你妈妈那个加码，你妈妈加码，因为我要加码吗？我一定不会啊，太难了啦。你不要加码。不要。啊，你不加码，你就算猜对两题，你也不会赢啊。没关系，我自在参与，我有认真尽力。好，那既然没有人要加码，那就继续喽。第四首歌，请听。我念是话说怀的疑错我竟然知道哎。好。小李不要演了，那个动作不是你，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。好，来，请公布答案。公布答案吗？没有，没有答案。曹佑，你没答案对不对？没有，我知道歌词，可是知道那首歌，但不知道歌名。好，答案是我怀念的。恭喜三位。怀念的是无话不说。我我觉得我突然好像变厉害，我也觉得。我刚刚那个人质，我其实也猜到，只是因为我忘记他歌名了。目前分数十分的是瑶瑶，十二分的是小曹，十七分的是陈雨希，二十分的是 Kid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要不要加码？要不要加码？加码加码！我跟你讲，最后那个什么，瑶瑶几分？我十分而已啦。十分。我要最后一题十一分，要不要？最后一题十一分，谁答对谁获胜，要不要？敢不敢？好。好，要不要？瑶瑶要不要？可以吧？好，那就最后一题。这一题是大家翻盘的机会。这一题我们提供了十一分。请听最后一首歌，十一分题。我向方问家高谷的墙不忧我知道了。十一分我拿到了，太强了！来，大家该讲话哦。我们今天应该有没有那种有那种经纪人小小声的在讲话的？目前是没有，我完全不知道。请揭晓答案。我飘向北方。超级答对。我向方问家高谷的墙不忧林博士，你这样赢成这样子，这样对吗？我太强了啦！不是啊，我太强了，怎么办？这次的冠军又是 Kid 31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这是在家里好像变聪明了，完了。不愧是游戏王，我们进行我们的奖励，请选一个颜色，里面会有你这次的奖励。每个人都可以选哦。没有，只有赢的人可以选，输家不要吵。大家都是那个曾经的那个朋友，你们要不要帮我选一个？不要，输家不能吵，我闭嘴。好啦，我选红色啦。好，你红色哦。红色，你确定？好，我先看别的。好，绿色是
po文啊，这个我 OK 了，我已经有两个礼拜了，对 对，我就两篇了。然后黄色是，哦，这个没关系，这个好运福袋我没办法，没有没关系，我这边有好几袋要还你们。爱赌哥好险哦，谁要你爱的鼓励呀、啊？我还想要爱的抱抱嘞。好，红色是，我看关有看 ，IG 限时动态又可以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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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大家辛苦了，希望希望疫情结束之后还可以邀请三位一起来玩很大玩。有 key 的歌的吗？很精彩，很适合他。白痴啊！好恶心啊、喔！因为你说最近在放闪啊。我讲错，就我讲错没？不要吵架。我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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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知道。啊，我知道。为什么只有我不知道？你现在是跟演艺圈的艺人有多不熟，是不是？太烂了吧！